原标题：身在美国，心系祖国。民国时期在美国的华人影像战斗机飞行员，率级了四月亚利桑那州陆克空军基地。照片中的飞机是三架送给中国的 AT-6 飞机中的一架，这些飞机是为中国航空委员会准备的俄勒冈飞机，最近被送到美国空军训练指挥部。吴吉章驾驶这架飞机刚刚返航，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陆克空军基地美国西部空军飞行训练指挥学校的毕业仪式上，吴吉章将获得中国空军的金翼勋章和陆军航空部队银翼勋章。四月，新墨西哥州卡斯巴尔德空军机场，空军学员杨守田金翼是一名21岁的中国轰炸机学员。照片中，他在卡斯巴尔德轰炸机学校训练飞机驾驶舱里休息。杨守田将于1945年5月10日毕业。他在中国时进入工程学院学习了1年半的时间，然后来到美国接受军事训练。杨守田是在卡斯巴尔德毕业的第一批中国轰炸机学员之一。1921年，华盛顿大学中文系中国教职员工和留学生合影。1921年，美国华人组织的中国女孩饥荒救济基金会的成员，在街头募捐。1931年，华人在美国开办的粮站。1945年，华人在美国街头举行抗战胜利游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